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明亮、在风水里面、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、为什么？其实呢，明亮的一个空间，它可以让气场比较活络。之前呢、我在帮那老板看宅，他有五间啊，都是三四千万、六千万以上的那一种房子啊，他怎么卖都卖不出去、那结果呢，他换了一个建商，那个房仲，他换一个房仲帮他卖的时候，各位，那个房仲把他的房间都用得非常非常的明亮，可是之前的房仲他做不到，可是这个房仲他把它用到了以后，他的房子就逐一逐一的就卖出去。所以各位你要了解、明亮他就是会怎样、会让气场比较活络，那进去的人他觉得这个气场不错，他就比较容易怎样，感觉舒服舒适，就比较容易会买这一些房子。那同样的，你的家比较明亮，你的气场比较活络，你住在里面，你自然气场好，你的身体啊、财运各方面都会比较强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